其中一個係色誘團伙，專門搶劫老人家；另外一個團伙嘅主要嫌疑人係一名地產經紀，佢冒充警察呃無知少女。楊家良報導。色誘團伙有四男一女，一共五名嫌疑人。佢哋派嗰位四十幾歲嘅女人去到市場等地方物色阿伯作案。大家認識那麼久是吧？現在我要回去過年了，這樣大家感情那麼好，這樣就想提供一下什麼色情服務之類的，就這個理由。阿伯受不住誘惑，跟個女人去到龍洞的出租屋。一入屋，個女人就將自己和阿伯的外套都剝曬。呢陣時突然有幾個男人破門而入，他們自稱是警察。偶爾還會拿些那些假的那些白粉說出來，說我們是什麼公安局怎麼打黃少黑幫的，正在你的嫖娼，而且又販毒被我們抓到了。然後在這個過程中，他們會願意說那怎麼辦呢？要不把你抓起來去坐牢，要不這樣吧，私了你給錢。阿伯怕醜事曝光，一般都會給錢。有一位阿伯給了60000元這班人。警方說團伙使用的假警察證都是以很低的價錢在街邊辦回來的，他們作案的時候只有一個人穿著警察服，其餘的人都自稱是便衣。另一單案件，主要嫌疑人黃某原先是一名地產經紀，他嫌賺錢少就夥同女朋友作案。黃某假冒警察的身份，在微信、陌陌等聊天工具結識單身女性。這個男生就主要因為他自己本身長得比較高大，比較還可以的，就是就正常，對，比較帥。黃某約女仔去酒店見面實施搶劫，因為他直奔主題嘛，一進房間基本上沒聊幾句就直接把那女的按倒了，主要是搶劫手機啊、錢。警方捉住黃某同佢嘅女朋友，並喺佢哋嘅住所繳獲裝物手機10部，以及作案用嘅手鉸、假警察證、假軍服、假軍警車牌等。廣州電視記者楊家良報導。